不要掉啊！不要拉我啊！放手、啊！来，你先上来。放手啊！阿三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你看我们尊阿丽，到时快点过来帮忙。哎，有点想不开啊，想掉河自尽。阿丽怎么了嘛？怎么了？我现在一想掉河自杀、啊，怎么了？没看见吗？哎呀，那么活得好好的，你干嘛想不开呢？还要带着个孩子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然后我娘家也回不去了，你让我去哪里呀、啊？我干脆就到去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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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这么想不开呀、啊？哎呀，也难怪你哥他们恨你啊！之前你就要死不活的，要跟那个男的渣男的走，现在好了。眼嫁，你看，眼嫁就是这种样子了。现在你就说嫁过去，那个渣男一跟你离婚，还带个孩子回来。现在婆娘，你娘家这边又不接受你。哎呀，那你叫我去哪里呀、啊？我现在都没有容身之地了。我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嘛。哎，我也知道，带个孩子也不容易。你又抱着他，你又干不了活，放下他。哎呀，你又舍不得，现在还小，又没人帮你带，你这样吧，阿丽也不哭了，我帮你找个好人家吧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还有人收留我吗？你放心，我们报生啊，在我们这一带啊，作为那个是出了名的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你看阿三也是挺了解我的。是啊。再说了，你也要干在孩子的份上啊！对呀、啊，你死了一了百了，那孩子的也是无辜的嘛。对呀、啊，他是一个小生命啊。啊，那我跟你说要坚强啊！因为这样吧，来，坐我的车过去。来，先坐报警的车回去。哎，那阿三，我就把他带过去了啊。好。啊，你带过去吧，我还去忙农活呢、啊，我刚刚正想着去地里面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哎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阿丽。哎，阿丽，到了，来吧，下车嘛。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你都帮我介绍了七八家这样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我的。哎呀，没事的，阿丽，这一家他是单身的，而且跟你也差不多一样的，来吧，就问一下，应该可以的，来。不用想那么多。阿姐，他就是一个人的家。哎呀，报山啊！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哎呀，那你不是说让我给你找女朋友吗？我今天给你带过来了。这个？啊。哎呀，报山啊！怎么啦？你好歹给我搞个娃娃闺女嘛！你给我搞个拖油瓶给我，又离过婚的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光棍大把，这，你还嫌弃别人拖油瓶？你看你虽然有一点钱，但是你现在你说老婆没有，家里面也就你一个，你娶她回来，那不是买一送一嘛？还买一送一？我是王八大龟男呢、啊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？啊，那不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对别人的小孩子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要，你搞逃走吧，我给你杂费。哎呀，等你货色好的，找好的，你再给我搞介绍过来。什么乱的？阿金，哎，算了，你都帮我那么多忙了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麻烦你了，我心里累完了。哎，阿丽，要去死算了！哎呀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想不开呀、啊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就是稍微穷一点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我还有什么意见呢？现在有能有容身之地就好了。你看，你都介绍了那么多了。那行吧，我带你去我表弟那里。我表弟这个人还不错，行不？那行，那就行。我把我表弟说服了，让他接受你，好不好？我表弟人老实啊，靠谱啊。那行，坐稳了啊。那走了。哎呀，阿丽，到了，嗯，那下车了。
我表弟家确实有点穷，我就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啊。没事了。啊，那行吧，那过来吧。表弟啊，表弟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。表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那不是看到你啊，洗肺都说不上，给你带个洗肺过来啦。你好。哎，就这么年轻漂亮，身材还这么好。但是呢，表弟哦，我都跟你事先声明吧，他呢，刚从外地被老公离婚回来的，然后婆家呢，娘家进不去啊，哥哥嫂子现在也跟他恩断义绝了。怎么了嘛，表姐啊？啊，你说他离过婚就算了，我还能接受，但是你看他抱着这么个拖油瓶过来，什么拖油瓶？那个是人家那个小孩子长大以后有，也不会对你孝顺呢、啊。哼，你讲的轻松。那个啊，到时候我是白养人家的孩子啊，养个白眼狼出来，说不定还打我呢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再说了，你看我这个家境啊，多大一口饭啊，都得喝西北风。不可能的，你就那个什么，现在小孩子也吃不了你多少，你把他教育好了，你们两个如果真的走在一起了，两个好好的干活，农村嘛，多喂点鸡，多喂点鸭，那是这，我去买点鱼回来补补身体，少花一点那个什么，少花一点去打麻将就得行了嘛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会那个什么，你养他大，他就会养你老，卫生他。你养它，断血可防，你知道吧？要理解这个问题。人呢、啊、是有血有肉的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也40欧了，你再躺个10年8年了，50了，到时候你一生病，床头都没有一个给你递水的。如果是说，你说阿丽也蛮年轻的，阿丽还比你才30出头，到时候你生病，你阿丽给你端水，小孩子也长大了。也孝顺你，那你不就是那什么好运当头吗？再加上你到时候两个人这段时间勤勤努力，再加班，我再搞一个自己的啊，那不就是有亲生的吗？那还是表姐有文化，懂得道理。都听你这么一讲啊，我也觉得有道理啊。那肯定了，你看万一哪天啊，我一个人生病住院，感冒发烧的，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，也难搞哦。就是啊，你如果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，我一眼睛一闭，腿一蹬，死个十年半年的都，一年半载的都没人发现。哦，那也是。你现在这都可以升级为爸爸了，下个努力一点，就可以有自己的骨肉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个我懂。不用教了，嘿嘿，那就好。那人家什么意见？那我问一下他，阿丽啊，那我表弟也同意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就好啊。啊，你也同意，没有什么意见了、啊。对，那行吧、哦。那既然你们两个也情投意合，他就住下了吧。哦。然后你们改天了、啊、去，明天或者后天去领证。可以的。这个我肯定是很积极的啦。哎呦，表姐啊，感谢你帮我这么大个忙啊。哎呀，那前两天我那个甘蔗啊，那个钱刚好到了，这个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你就不要跟你表姐那么客气了，我是看到她可怜才帮她，你不知道刚开始她在那里想跳水呀。呀，这样子啊。啊，就是不想活了。哎呀，那以后我要加倍对他好啊。那肯定啊，嗯，你一定要对别人好一点的不？但是这个道理我还是……行啦，你道理你表姐什么都帮不了你，就给你找一个安心的对别人好，好好的生活。那我现在呢，我也没有多少钱在身上，现在这里是3000，你呢，把这3000块钱呢？那给他小孩子买点补品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哎，拿住！你都你拿住就拿住！你都帮我那么大的忙了，我还要再拿你的钱？好好对他就得行了。
那我都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那先进屋吧。我不进了，我不进了，我还有点事呢。我还想杀一只十年的兰姆鸡招待你呢。行了行了，那小豹真的是感谢你、哎、不用了不用了，反正你跟我表弟好好过日子，以后啊就是咱的表姐了。好，我会常来看你们的、啊、好，行，回去吧回去吧。啊，走回去回去，好好把房子 我做饭给你吃啊，把房子收拾好、哎哦、那表姐你慢走。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真的是皆大欢喜。